新中国成立55周年。我盼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作为一个香港的中国人，一定要是植根香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中国立国55年，中学副校长兼中史科老师何汉权鼓励学生以理性和批判的眼光，透过历史认识中国，从而建立对国家的感情。殖民地统治的150多年来，和特区政府成立之后只有7年8年这样的时间，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开始追回认识中国历史的机会，但追回来我们就不能够是歌功颂德那种。然后我们经过思考过程，而且用个心去看我们的国家历史的发展，对中国民族是有一种的温情和敬意的话，那我觉得就对那个我们的所谓国民身份认同，我觉得是会有一个帮助的。我哋而家嚟到西安啦嚇，喺中國歷史上咧，邊一個嘅統一王朝咧，以西安作為一個嘅活動嘅基地嘅，識嘅請舉手。何漢權同一班老師都認為，培養學生對國民身份嘅認同，必須先了解國家嘅歷史。第一次親身嚟都唔知原來咁大嘅真係。今年教統局津貼咗18間學校。组织国内游学团，何汉权家学校亦都得到津贴，安排咗40多个学生去西安呢个古城，认识中国文化，同时了解现时国内嘅情况。好，嗱，而家嚟先访问国内游客。我看过兵马俑后，你觉得怎样？在这里有一些实景啊、实画呀、啊，然后觉得对那段历史还是记得很清楚，然后有一种感觉，反正很自豪。对，感觉作为中国人是很自豪。这班中一、中二的学生，全部第一次去西安古城。第一次目睹远古石器时代遗留落嚟嘅文物，半波遗址。我哋国家如果佢系重视历史嘅话咧，呢啲嘅文物咧系好被尊重。但系我哋睇咧，嗱呢度咧，佢嗰个展板台做得差咯，一啲咁有价值嘅石器时代嘅一啲嘅文物，台阶咧佢居然钉咁样出咗嚟咧，咁我觉得咧。何汉权同老师提醒他们，欣赏之余要保持理性的分析。如果他们真的要做一个好的维修，应该要计算这些文物的湿度、温度应该保持在什么的程度之下才是最好。不过这里就没有这些设施，例如温度计这里都是暂时看不到，只是有风扇。呢度係了解西安事變係其中一個發生嘅地點咯，咁所以你可以請教翻導遊哥哥睇佢點樣介紹翻呢個事蹟俾你聽喎。我但係對呢啲事好敏感。係啊，唔緊要嘅，你佢哋都好樂意講嘅，因為呢件事對共產黨個幫助好大啊嘛，佢哋好樂意講呢件事你聽。當時咧，嗱，周恩來啊，就帶咗呢個共產黨嘅代表團嚟到西安，蔣介石喺度傾。傾咗成將近1個月時間，最終啊，最後都想介紹下停止還是一次抗日。我哋學校就話，讓歷史去說話，讓歷史去進行所謂嘅國民嘅教育。我哋就唔會有咩嘅避諱嘅。尊重歷史嘅話咧，西安事變係救咗中國共產黨嘅，呢個係一個斬釘截鐵嘅事實嚟嘅。歷史係求真求實嘅，我哋首先咧係擺咗個事實出嚟，咁然後咧我哋咪同佢講道理啦。究竟係唔係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呢一個邏輯關係咧？定還是有好多保留嘅地方咧？我哋自己嘅祖國，我覺得係天經地義，但係就唔好咧係成為一種嘅主義。因為一個主義的話你就毫無批判地
你毫無即係保留地咧，咁你就國家講乜嘢，你就話百分之百係真理嘅。政府講乜嘢，你就百分之百是對的。咁我覺得都唔係一個健康嘅現象。自古以嚟，依個皇帝都係支持老百姓去信依樣或者係信嗰樣，到而家中國政府都係一樣嘅信仰自由。但係咧有一個原則，第一唔可以反政府，第二你從事宗教活動要喺宗教活動場所進行，唔可以喺你自己屋企拉埋一班人喺嗰度拜，唔得。我覺得宗教自由可以啦，因為如果佢冇宗教自由咧，就唔會容許到咁多種宗教嘅存在啦。未嚟呢度之前，我唔認同。我認為中國嘅宗教自由其實好少，因為可能受新聞影響或者外國啦。但係嚟到呢度，我睇到其實古代都已經係咁，同埋聽到導遊嘅講解，其實我諗我改變咗我嘅睇法。如果你要限制住某時某刻某月，某個地點先準做崇拜嘅，這個不是真正或者全面的宗教自由。因為我是一個老師，必須要有一些價值的引導啊。那我會告訴學生聽。我們看到這個城牆呢，都其實保留得幾好嘅。咁如果一個古老嘅城牆喺現代社會咧，其實都想佢諗一諗，對交通啊、對經濟發展啊各方面咧，係一種障礙啊，定係都有佢現代今日嘅價值咧？咁呢班喺香港出生嘅新一代，喺呢六日不斷摸索緊自己對國家、對國民身份係咪認同。佢哋亦都好重視同內地學生交流。了解他们对爱国教育的看法。你认为什么是爱国教育或者是国民教育呢？能够对自己的国家，首先就说就像有一种对母亲那种的爱。你长大之后，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情。接受这个爱国教育，因为我们中国香港内都是从一个中学生才开始，初中才开始，应该从小开始参加爱国教育，提高我民族自豪感。到时候你出国留学到美国啊、英国，到时候你就有一种那种感觉，激发你去好好学习，超过别人。一听到像咱们中国学生到国际上的一些参加会议之类的呀、发言之类，我就感觉特别兴奋，因为我觉得扬国威嘛。怎么样的表现才会是爱国呢？应该是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爱国大家都可以成日都讲，但系问题系咪真系爱国呢？点样先可以证明到你系爱国呢？其实呢样嘢仲要有待其他人去见证啦。如果你话要去到情呢个地方，这个点啦，仍然系有好多路要行，因为你对祖国其实都唔系好认识，你只不过系去咗西安呢笪地方。爱国呢个系一个要恰到好处嘅嘢嚟嘅，如果唔系你过分宣扬爱国嘅，可能就会变成統治者使人民去信服他的一種手段，而就不是變成一種，而不是一種高尚的情操。中國歷史科不是單單是一個普通的學科，它承載任務是的確比較多，包括國民教育。如果你說中國歷史科你都可以修定抑或不修，那我覺得你國民教育即使可以教定可以不教，咁你算咩叫國民教育呢？日本人侵略中國嘅歷史咧，前後兩次。何漢權教嘅中學強調以認識國家嘅歷史嚟推動國民教育，除咗舉辦遊學團，亦都規定全校各級學生，無論文科或者係理科，都要修讀中國歷史呢一科。多謝阿妹。喺新學期，中國歷史轉新課程，除咗強調思考分析，亦都加強咗現代史部分。你係而家嘅中國政府嘅管治者啦，舉個例啦嚇。咁
咁你點引史為鑑呢？咁樣可以用翻清初嘅高壓政策同埋華僑政策合用咧，可以令避免好多嗰啲流血事件發生，例如六四事件嗰啲。如果個個每一個人有佢哋自己嘅意見都可以民主嘅話，咁中國十幾億人個個都起身嘅話，咁中國係好難統治到咯。我哋學嚟講咧，我哋就唔會被毀嘅，我哋就會是其是非其非咁樣即係政府又做得唔啱嘅地方，我哋咪照講咯。學生當時嚟講，佢處理得有唔妥當嘅地方，我哋都話潛移默化咧，係對於推動國民教育咧，好緊要。冇話突然愛國呢樣嘢嘅。如果你話突然九七前同九七後，九七後咧，即係一日之間就睇到即係國旗嘅轉變，就馬上有感動咧，呢個係呃人嘅。教统局三年前修改九年基础教育程度指引，鼓励学校优先培育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今年教统局额外拨1000万给学校推广国民教育，升国旗是其中一个重点活动。我们看着国旗在灿烂的阳光底下徐徐升天。我哋就想谂下去，即系可唔可以装旗杆？全港依家900多间官立同资助学校，大部分都装咗旗杆，可以升国旗。而家只有120间仲未装好。呢间学校嘅校长亦都准备为学校装旗杆。喺呢边其实个你都见到多咗学校一啲嘅重要嘅日子或者特别嘅情况咧，即系譬如话国庆啊，咁系多咗升国旗啊，咁我自己都谂，即系譬如呢样嘢。对国民教育有没有一些的积极作用呢？都有的，大家都挺陌生这件事未试过嘛，我估在心理的准备或者是在那个技巧方面，可能大家都要一些的适应，一些的摸索。我们说爱国，但始终很多人来说以前我们英国统治，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呢一定不会说很爱国，好像即升国旗的时候会起立，好像我觉得投三号一票 ，OK， 好笑啊！喂，另外睇住 OK 嗰个咧 ，Evan 英文科老师喺大学主修社会学，校长叫佢兼任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科主任，教咗呢科5年，佢觉得唔单止学生，连教呢科嘅老师对升国旗仍然未有足够嘅心理准备。咁啊，老師你要佢要有愛國或者佢認同唱歌嘅時候，佢咁樣感受你先可以即係都太老班學生咯，係咪先？即係我比較抗拒，因為我未教育到自己啊，點教育人哋？即係你諗下，你唔係好似好多出邊嗰啲人咁，佢話要愛就愛到噶嘛，唱歌嗰時候可以好有咩？我哋唔得噶嘛，我哋未必可以感情變得咁快噶嘛。教育係一種內化嘅嘢嚟啊嘛，即係你希望。啲學生唔係淨係扮個樣啊嘛，即係咁企得好啲咁樣嚟到去升旗啊嘛。即其實大學生都知啊，你唱嗰陣時候有冇感情，或者係咪真係係咯？而家學校培育學生嘅國民意識，主要集中喺德育同公民教育呢一科科目入邊。教嘅內容學校自行編排。Evan 間學校總共有6位老師負責呢一科，1年50堂。涉及民主、人權、公義的只是得4-5堂，學校都不想給很多時間搞，因為他叫我就不要搞那麼多，因為我已經 workload 已經很爆棚了。而這個正正是重要的，因為你看到現在現存那些東西呢，全部大部分都是所謂文化取向的東西來的，真是爭取人權。開學之前， Evan 和一班關心教育的朋友自己設計教材，帮学生认同自己的国民身份，推行国民教育。我哋是 puzzle 咯，即系一个国民身份的政治参与部分。我哋完全不知点算，好简单地，人大又不是我哋选的，政协又唔系，即系香港人大香港嘅政协又不是我哋选的，我哋睇唔到我哋点样去参与中国，做一个中国人，我哋 puzzle。梁恩荣。教育学院讲师研究香港的公民教育，
他对教统局提供给学校培养学生认同国民身份的教材有保留。而家日常就系见到嘅论述或者啲教育套嘅嗰个睇法咧，就系用个感情去认同；另一个咧就系用文化去认同。因为国家本身咧就唔系净系文化啊，国家亦有一个政治嘅向导嘅。咁变咗咧，我哋就会觉得喺嗰个认同嗰个过程个当中咧，除咗形体感情同文化认同之外，仲有一个重要嘅环节或者角度咧，就系一个政治方面嘅认同。三年前。教统局颁了一份新的德育及公民教育政策文件，着重培养学生责任感、承担精神、尊重他人、坚毅和国民身份认同，反而将96年旧的文件所强调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放在次要的附件里面。即香港的公民教育呢，现在96年的指引的政治化现象呢是合适的，原因就是面對而家即係咁嘅選舉結果啊，咁大家會見到香港人係有一個對民主嘅渴求嘅，要同學生去傾關於民主啊、人權啊呢啲咁嘅課題，係更加迫切，我會覺得。咁陣間你自己揾下，你想究竟係就嚟入去投票嗰啲人，你想問佢啊，定係出嚟嗰啲人你想問佢？你咁樣問。今屆立法會選舉日，Yvonne同一班老師將學生帶到投票中心，實地上公民教育堂。感受市民怎样投票，尽公民责任。交涉紧啊，长毛。喺呢度啊，呢度当然唔合法啦。咁呢度咁俾嗰度我哋啦，咁啊。咁你咪去嗰度咯，你去白兰江嗰度咯，唔睇呢度系边度。啊，好多啲大人都话政治黑暗啊，成日惊我哋唔知点样噶。咁我觉得俾我哋接触下都系好嘅，起码认识到系乜嘢回事咯。政治呢啲嘢系即系喺自己身边噶嘛，你唔认识嘅话，咁你真系唔认识社会。撑长毛等于撑自己，你明唔明白？唔系长毛选到立法会议员，系我哋基层市民话俾啲统治者听，我哋打工仔女有能力创造繁荣嘅生活。好啦，而家我哋尝试咧，将呢啲我哋听翻嚟关于立法会嘅说话咧，或者整个立法会选举咧，变得同你关系近少少，有意义多少少。储紧啲种子咯，只希望佢哋第日参与社会嘅时候有多啲嘅意识咯，意识翻自己一个人，同埋意识翻自己嘅尊严，即系讲得最远啊，亦都好似好哲学咁讲，但其实人喺个社会生活，其实要多啲拉上关系咯，同埋成为一个唔好冷漠嘅人咯，有承担感、有勇气嘅人。一个月前，学校收到一份中宣部同教育部嘅文件 ，Yvonne 睇到国内点样推行爱国教育，佢觉得。两地文化始终都有差异，佢啲字眼真系觉得要执行啦、遵行啦、加强乜乜教育啦。咁我哋香港嘅老师冇听过话要改造未成年人嘅思想噶嘛？即系洗脑咩？即系呢啲系好难接受咯。我系中国人，其实我会真系会觉得我自己系中国人，但系就真系喺香港又太独特啦，嗰、那个文化经验。我要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我一定要带埋香港经验入去，你不可以完全洗脱我一个在香港经验，然后当我是一个深圳人、广州人这样去看这个理解这个国民教育嘛。中国国旗呢就是这个了，你又知道以前你怎么知道啊？现在就是这个了，这个了，又不是，这些曾经都是有机会成为国旗的作品。好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红色代表什么？红色是象征着革命。你觉得五粒星代表什么？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党派，民主党是国旗。官方就是这样讲，中国国旗的红色代表革命，我也不是很知道革命代表是什么，正如你这样一样，黄色就代表光明。如果我们说爱中国，做多些好东西，似回中国人，那我们升多些国旗，又是唱国歌。为什么没有？做什么没有？有咩辛苦啫？厌啦已经。系咯。咁你话爱多啲中国啊嘛，咁升多啲国旗，唱歌都咁做噶。爱都唔一定要咁爱咯。系咯。
有人咧就將啲國旗咧就做咗一個電影。咁咧，你可以，我唔會點樣解法噶啦。不過你睇完你自己用個心去回心下啦。侮辱呢個國旗或者焚燒，你覺得佢侮辱咗？呢個係國家規定唔可以改噶嘛？即係佢咁多人審議出嚟，係咪先？我覺得咧，即係個國旗就代表咗我哋。如果啲人蓄意咁樣改咗佢咧，就好似侮辱翻自己咯。你尊重國旗咁，而我希望係出自佢哋嘅口，佢覺得係尊重。頭先同學出嚟講畫再畫嘅時候，我覺得佢哋自己覺得係應該尊重。同學講嘅更加有說服力。國旗都屬於我哋噶嘛，咁咧就即係人人都可以對表達對國旗嘅感受啦。如果俾你畫一支國旗係點？打佢格仔。佢哋用不同嘅方法表達咗對國家嗰個承諾啦，對國家嘅期望啦，對國家嘅愛。咁呢啲先係活力同埋真實。